徛伫门卡口，何景洪来搜查，这位摇头是姓余乡，九美派出所的副所长林进坤。原本是派着一刷刹车，要求警官，即马煞因为被毒品，被人抓起来。记者分局指出，今年四月份，就一位摇卡指认，摇头就是副所长林进坤。警方是马上报请检察官来侦办，经过三个外围放哨追查，他两个人伫台中向上游摇头领货的时阵，一处将全部的人抓起来。回南投县政府警察局，持18张搜索票，兵分多路查获黄姓女子涉嫌贩毒一案，共传唤拘提12名涉嫌人。其中一名涉嫌人，经查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林姓员警。那我们对于那个涉案的员警林某某啊，我们今天凌晨2点开一个重大的考绩会议，先依法予以停职，先行停职，然后报警政署来核办。那九美派出所所长、督察信义分局九美派出所所长、督察组组长两人啊，那个调离现职。那其他相关人员的那个。行政责任事后啊会依法来追究。林进坤甲太太两个人有海洛因、大麻、甲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，警方进一步追查，并且要求加头毛严料做检验。林进坤所属的信义分局嘛表示，会全力配合调查，目前已经查出28万的不法所得，后续警方也继续扩大侦办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